其实你介不介意别人说你们俩是 CP？ 本来就是 CP， 所以不介意这件事儿。剧中的 CP， 剧外的好朋友嘛。嗯。都喜欢就是你跟这个白鹿鹰的 CP 组合嘛？其实是拍完这部戏之后呢，私底下你们两个联系多不多？还好蛮多的，但是最近好像大家工作都蛮忙的，不在一条线上。对，你们见面的频率大概是多少？多久会见一次？前两天刚见过，我们前两天连续见了好几天，一起杂志。跟他一起搭档工作的话，感觉是不是很有默契？对啊，因为毕竟是一起出来的嘛，我们两个一起出来，然后。等于是都是从默默无闻的两个小孩，然后一起到三万粉丝，一起去机场被围，再到最后一起到现在。因为这个那叫什么手挽手肩并肩的人总是比较亲近的。嗯，我好我好他就好，他好我也好，他好我就好。对，但是如果你不好我也想让你好，我好了你也不能不好，到底好不好？大家好就是真的好了。我想说真的，有这些你们这些喜欢我们的人，支持我们的人，鼓励我们的人，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，不但提升自己，还一个更好的我们给你们。我这个条件没有钱，没钱，完全没有吗？只要我看得顺眼，长得行。你看得顺眼的标准高吗？应该还有，就有标准，我不是没标准没量，有标准，但是应该不算高。这个东西可能对某些人来说高，对某些人来说就不是。状态，挺好的，挺开心的。情状态，我指的是本身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。对，这种感情状态，女粉丝关注这种感情状态，没有女朋友。所以你现在会比较期待吗？期待女朋友，肯定会期待。每个人都期待有一段特别特别美的这种爱情吧。因为我认为啊，可能真的爱情，可能一辈子，有的人来一次，有的人来两次，对吧？你错过了这次，不知道有下次。所以为什么没必要？是因为什么放弃？看来你还是蛮有经验的嘛。没什么经验。瞎扯，终身大事这件事儿的话，跟做不做演员没什么关系，对吧？你不做演员，你找不到对象还找不到对象啊？你做了演员，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到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分开看，把演员和这个。终身大事分开看，就是对的时间总会遇到那么一个对的人，感觉到了吗？那别人拦着我，我也得接呀，对吧？就是对的时间总会遇到那么一个对的人，感觉到了吗？那别人拦着我，我也得接呀，对吧？希望找的就是，希望找的还是，首要是孝顺，你要对我爸妈、对你的父母、我的家里的老人，首先你要好，有耐心。你要能孝敬他们，然后就是在我这方面，就是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，我们能聊得来，然后尽量避免去争吵，然后互相能理解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其他的嘛，其他的真就是看时间看缘分。一般情况下会是主动出击，如果特殊情况对方特别强势的话，我出击都不敢的话，那可能会默默先喜欢一下。一般情况下会是主动出击，如果特殊情况对方特别强势的话，我出击都不敢的话，那可能会默默先喜欢一下。感谢你们对我一路陪伴，我也一定会越来越好，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。爱你们的我，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，不但提升自己，还一个更好的我们给你们。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。